大家好，欢迎来到 Dr. Fish 频道。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最大的湖。OK， 这样当呢你找到一个漂亮的湖，想要进行养殖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来去判断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养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湖，如果它是比较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将鱼直接放进去，然后养啊，养大之后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它捞起来。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大的湖呢，那我们放下去的话，我估计非常难将它捞起来，对吗？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像那样子吊网的方法来去进行养殖了。养殖之后呢，我们利于我们容易管理跟收成。好，接下来我带大家到湖里面去欣赏不同的风景，来进一步跟大家讲解跟介绍关于今天的课题。好，走吧。现在呢，我就带你们到湖中央的这一个吊网养殖场，欣赏一下他们怎么是养殖的。OK， 关于到养殖呢，不管今天呢我们使用什么类型的养殖方式来说呢，哪怕是传统的这个池塘养鱼，或者是河上的吊网养鱼、海水养鱼，或者是 RS 鱼菜共生系统来说呢，我们养殖的追求的一个原则呢，就是生态的平衡。这样子至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漂亮的湖我们要理解一下它的这个生态平衡呢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整个生态平衡来说呢，它是靠着鱼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排放了大便之后呢，这大便呢当作是营养来去滋润水里面的植物或者是藻类。我刚才所说的营养呢，就是其实就是对鱼来说是一种毒素啊。那当这个藻类把这个营养呢给吸收掉了之后呢，它就会自然的话把这个水质给净化掉，同时间呢，它也可以在太阳的光合作用之下呢吸附水中的二氧化碳，然后产出大量的氧气，提供给水里面的所有的动物或者是鱼。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湖非常漂亮的环境，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鱼，或者是看到水里面呢都是绿绿的，都认为说那是一定是很漂亮的湖，适合来去养鱼。那我可以这样子说吧，那不一定。因为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会形成有藻类或者是鱼来说呢，它们已经是在大自然的酝酿之下呢，它们自然的形成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就是有适量的鱼，有适量的藻类在这个湖里面维持这一系列的那个一个系统，那叫做生态系统。那今天如果你选择在这里养鱼的话，
忽然间你会把很大量的鱼啊，几千几万条鱼投放在这个湖泊里面去养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说，有可能你会直接破坏到这里的生态，使到这个生态呢不再是平衡。那因此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养鱼的话，有可能呢你会造成这个生态失衡，然后你的鱼有可能会也会死掉，导致呢严重的损失。那是不是这样子说就不能把大量的鱼投入在这个地方养鱼呢？那不一定。那我们看这个湖本质上是处于什么一个状态。如果呢你发现了这个湖呢是有一些活水流进来的话，经常会有使这些湖水有一定的更替量的话，或者是在湖底面有一个泉眼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地方要养殖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对于这个生态平衡的深入一点的东西，就是说那当鱼吃了食物了之后，它就会大便出来，它会分这个大便呢就会分泌一种毒素，我们叫做氨氮。像氨氮来说呢，会直接伤害到，如果过多的量在这个水体里面的话，会直接伤害到鱼，会直接杀死到所有的水里面的动物。那当然我们是要靠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来去将这一个所谓的氨氮毒素给转化去我们的硝酸盐，就是没有毒的硝酸盐。但这个硝酸盐来说呢，对于植物来说是一个养分呢，主要的养分。植物呢可以从这一个硝酸盐里面获取氮元素来去滋润它，来去滋生。那当这些硝酸盐被吸附了之后呢，这个水体呢就自然的话形成了一个非常已经是被这个藻类或者植物被净化掉了，那当然这个鱼就可以继续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样形成了一个平衡点有一定的鱼量，有一定的藻类，才可以维持住这个生态。 OK， 所以说你明白了这个生态的原则之后呢，你可以在往后呢要投入鱼之后，你可以多注意一下水里面的藻类藻类的那个浓度，这样藻类的浓度取决于这个生态是否呢可以得以平衡。那当然你不要因为看到一个水域这个湖泊的水非常漂亮的话，你就把大量的鱼投放下去，那是我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所以适量的话，如果你一开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说，在每立方米的水体里面呢，你可以投放大概是1到2公斤的鱼在这个湖泊里面开始试量就好了。如果是从一开始呢是以1公斤每个立方米的那个水体的这个密集度来去养的话呢，我估计是会比较安全。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实践的情况之下来去一步步来去看一下这个生态是否可以完好平衡或者是没有事情，对吗？当然关于这个藻类控制、藻类的浓度控制来说，我下一集呢我会特别再介绍这个部分。那好，我们又话又讲回来，来到的一个环，选择到一个湖、一个池塘那我们要怎么去初步的来去鉴定这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个湖水适不适合用来养鱼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水到底有没有很多的这个悬浮物，就比如说有一些油啊、泡沫啊浮在上面。如果你看到有油或者是泡沫浮在这个湖面的话，就代表着这个水质呢是开始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其中有几个因素了，其中一个因素是里面藻类的浓度过浓了导致倒藻的现象，这样部分的藻死掉也会形成好像一层油在上面漂泊。那第二种情况呢，有可能是这个湖里面本身呢又分泌了非常大量的铁质在里面，所以说也会形成这样子的现象。那我们要通过更加科学的方法才可以得以验证到底那是什么东西。那
第二种来说，我们可以也可以透过来去观察水的颜色，如果水是清澈没有异味，或者是漂亮的话，不是浑浊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水也是属于合格的一个水量水质。那悬浮物方面呢，这个悬浮物方面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拿一个一升的水杯来去获取这个水里面的水，然后看这个里面呢到底有没有很多的颗粒在里面。如果基本上呢严格的情况之下，如果不超过十个的话，那视为合格。另外呢来说呢，我们可以去买一下那个pH 测试剂或者是 pH 笔来去测试一下这个水。同时间如果可以的话，你去购买这个溶氧量的测试仪器，或者我们简称说 DO meter 来去测一下水里面的溶氧量跟 pH， 这样来去验证这两样东西呢。我们需要选择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是在下午大概四点多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凌晨，就大概是四五点钟的时候来去验证。因为来说，我们要从这里来去看一下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那个 pH 值变化的差异是到底有多大。如果是在一到二之间呢，基本上这个pH 值的变化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湖水是可以用的。那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的 DO 值一定不可以低过5个 ppm， 5个 ppm 的意思就是每升水5个毫克的那个氧气的浓度啊。如果低于的话，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湖直接是不适合你养鱼。如果高于，长期呢在二十四小时里面都高于5个 ppm 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水质还是可以考虑养鱼。然后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在水里面去验这个硫化物的那个浓度啊。基本上硫化物我们需要保持在 0.2 ppm 以下，要不然的话对于鱼来说是会有直接性的伤害，养什么鱼都没有办法养得成。那通过这些基本的检测，如果都合格的话呢，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你需要拿一些水样来去你当地的一些这个实验室来去进一步的来去检测这个水质。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工具来去检测这些水质到底适不适合养鱼，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来去检测水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到底是多少。因为来说在像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来说，很多都是拿废矿湖来去养殖鱼的。但是废矿湖呢方面呢是非常容易非常廉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水里面呢有没有这个重金属存在在里面。当然重金属不一定会将你的鱼直接杀死，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说，你把鱼养大了之后，在这个有富有重金属的地方把鱼养大之后再把它卖到市场去，你直接就会危害到群众啊。很多人吃的重金属含有重金属含量的鱼呢，那会导致它致癌啊等等，还有种种的疾病。那我们作为一个良心的养殖户，那必须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安全啊。 OK， 那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啊。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去更加多的地方来去欣赏不同的景色，然后我顺带跟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水产养殖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知识啊，希望我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加多更加有利益的更加有好处的一些资讯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再见。